为什么决定要去新加坡？因为你。我？你不是说我不应该放弃吗？为什么感觉好想哭？如果不行，我要离开。把明晚留给我好不好？哎，不行哎，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啊？我们想要明天晚上帮大人进行啊。大人到底是谁啊？需要这样没完没了的送，来不来随便你了。白花油酥请名录，我可能不会爱你。